我伫遮咧等车，啥物车？捷运。很堵呢。啊来来，水果安尼放下就有。你们有这么烈吗？排多近哦，一排多近呢，真的。对啊，我连动都动不了。救命啊！夏日炎炎何处去，救人哦！老妖怪被我们上到宜兰监狱做客，没有典狱长的同意，不能去冒险。蜜岛乘坐时，跟着我一起坐上五零号捷运系统，上山采水果，美丽的花蝴蝶与你有约哦！现在到五零农场赏蝶，正是时候。新闻特报：四季村出现非常凶猛的萤火虫，一夜之间高丽菜竟然通通消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到底是外星人干的好事？咱们去一探究竟。最后，我们要前进蛟龙虎群，探访金木坟场与消失的仙女秘境。救人哦！黑罗那将要攀爬，烦恼变有命有波比。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冒险的历程，只要你跟定我，沈文成。这里坐了还可以吃到冰的，这是谁规定的？你们这里的监狱怎么这样不一样？因为这是为了配合这一次2003年藤外小子放新馆的活动，那我们把这一个希望把这个旧的监狱赋予新的生命，那设计了一连串的体验活动。那我们还有分日间的体验跟夜间的体验。什么叫做古迹活化呢？将硬邦邦的建筑跟让可以来不及参与的过去，以生动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就是啦。阿弟呢？喂，你去犯了什么罪？我，我请假请真多啊。阿弟呢？我，我被检举讲吼，太久无出唱片，诈欺观众。为了让大小朋友们玩得更愉快，工作人员设计了许多有趣的体验。活动中有几件事您要特别注意：第一，你会被狱卒用泼的进牢房；第二，你得认真的假装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囚犯；第三，服刑时间结束才能出来哦。另外还有手铐、脚铐的紧身套等刑具，保证让你大开眼界。哦，我自由了，典狱长。那个，我们这个监狱有差不多多久的历史？从清朝的嘉庆17年，然后就是1812年到现在。啊，你看我这日本时代，清朝关到日本时代，关到民国。嗯。我们一般来讲说，那个比较有历史的那个这个监狱啊，都有一些什么不干净的那些传闻，这里有没有？
讲到这个啊，其实我们这几天啊就有游客啊，然后就西家带卷来，然后就跟我们说，哦，这一间是我以前关过，那一间曾经有人上吊自杀，哎呦，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现在我们有点怕，可怕，是不会啦，啊，真的没有看到那个影子这样飘过去，没有啊，就是、晚上你就睡这里。晚上有我们职业的人，但是没有啦。啊，游客也晚上也会睡这里。嗯，有夜间体验的部分。哎呀，真的吗？可以留下来，对，其实是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呐、啊。然后又是逢鬼月。啊对哦，人客现在是那个七月鬼门开呢、哦，小心哦，来找你哦。我们都是好人，不会。据说过去日本政府的管理相当严格，很多犯人呢都无法忍受，有的被凌虐致死，还有人因此自杀。就这样，闹鬼的传说可是从来没有间断过。胆子大的人可以尝试夜间体验，祝您有不一样收获。啊，那我呢，歹势，我要搬出国咯。哇，谢谢第一张。我终于出狱了，恭喜你出狱了，再见。哎，不能说再见哦。为什么？嗯，就是一个习俗，就他头也不转的走出去。哦，监狱不能说再见了。嗯，可是我还想再来玩呢。那就从入口再来一次咯。啊，不要，我要去那个冒险去了，拜拜。恭喜你出狱咯，再见。哎，忘记了。啊，不见。经过美丽的典狱长的批准，恢复自由之身的我们前往另外一个童玩小子放心玩的活动现场。我们要来去罗东运动公园爬树屋，让给啊，这可是我童年的梦想啊！哎呦，真有脑筋呢！要用个这个哇，塑胶布，啊，塑胶布，都使起一个树屋。台公家拢是迄各大学的建筑系的高材生，应该你设计，难加鸟啊，我保卫。我们开上了台七线，往离山的方向前进。不过在到达目的地武林农场之前，我们要先进入英氏村，因为一位在当地经营山庄的许老板要带我们去一个鲜为人知的蝙蝠洞。听说这个蝙蝠洞可是大有来历哦。大同英氏村位于南洋溪畔，附近的温泉区是宜兰少数不经人工砌成最自然的野溪温泉，群山环绕，感受可是别有一番滋味、啊。就是这里吗，徐大哥？你说的大蝙蝠就躲在这里面？没有错，没有错。它这个洞是怎么用的？当初这个是在运送这个太平山哦，那个小火车啊，载木头到罗东去，这个是小火车的那个山洞。哦，运送木材的啦。对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荒废的？在民国68年呢，做大台风哦，把这个路基啊哦冲毁了，冲毁掉了就停掉了。哦，那嘛是很久一段时间的嘛。那都八年个基准啦，经过了二三十年嘛。二三十年哦，对对对。不怪啊，那里面会有蝙蝠气息在里面。这个碎的啊。我在。这石头还蛮脆的，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这洞坑。太多了，可以吗？可以，我们接，哎，看到了呢，这飞啊呢，哎呦，人客啊，哎，真的很大呢，我做乌鸦呢，中央呢，如果平常都烧过，阿力，对。哎，干那乌鸦的，好像乌鸦哎，又搞起来了。我看你才搞起来。哎，卖讲你啦，连我嘛是同款，我常常咧，你不能讲他。非常多呀！哎呦，可怕嘞！哇，麻豆！哦，不是啊，东西有这里啊。
但我较好见哦。嘿，伊时啊天开吼，差不多安尼哦。笑我。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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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嘛，安尼嘛，啊身躯是遮安尼嘛，是啊是啊，哦，啊阵那边安尼嘛，无爱足大只，你敢包括爱只来只？没有嘞，没有，它的翅膀比较好看，新加人哦，嘿嘿，新加人，对对，从那边叫它飞过来的，嘿嘿嘿，看得出来，哎，真的很像乌鸦呢，对啊，哦哦。日本人为了运送从山区砍下的块木，铺铁轨凿山洞，直到退出台湾后自然荒废，而造就了一个个蝙蝠洞。哎、欸，老弟，这风这头吼，安尼灌入来，啊，蝙蝠在遐飞，有成啥？敢若因咧训练咧，有咧新的飞行同款啊。风洞有无？风洞。啊，有成哦。有成有成的啊。神哥，看，那一只小鸟。你怎么那么厉害，在蝙蝠洞里面捡到一只小鸟？嗯，它还是一只雏鸟哦。啊，它怎么会在这里？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它是怎么过来的。啊，也很小嘛。刚落巢，刚学飞而已，它翅膀已经长出来了。啊，对面对面电脑那样一个，哎呀，好乖呢，都在耳背嘛。哎，它怎么办？它的鸟巢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像我没有看到哎。像捡到这种小鸟，因为它如果还会停在你手上的话，代表它还是雏鸟。对啊。对，然后。不惊人吼。啊，我们捡到的话，我们要先看一下这四周有没有鸟巢，或是有没有鸟妈妈。那如果有的话，就摆回鸟巢，然后或者是摆在那边让鸟妈妈来带它回去。带它回去。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说它到底有没有觅食的能力吧，或者是有没有受伤。那如果有受伤呢，可以带去台北市野鸟学会，他那边有救伤义工可以帮忙照顾小鸟。哎呦，你看我两宝啊，这么有爱心。是啊。火车驶到里头，阿妈伊打招啊，蹦坑来哟。蒙坑的水都丢丢当啊！人客啊，其实咱的心底也够真侪好的所在，但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它的价值，爱珍惜呀、啊！哦，人客啊，我又来到这武林农场啊，还有两冬无来啊！哎呦，你看，这宾馆起好啊呢！我会记阮顶届来的时阵吼，遐都伫拍地基尔，都伫挖。啊！我挖到迄落史前的遗址，啊！伊啊，搁一届咯来找乌鸦，白乌鸦。啊，一届是来爬迄落雪山无？啊，即摆拄好了水蜜桃的季节，你看，即摆开始拢摆出来。哦，来武林农场都一定爱食因迄落水蜜桃，因这算作因的招牌就对。哦，过来去甲因拍一下招呼咧。哎，大家好！哎呦，你看。哎、欸，食水果都食久吼，脸色都无同。哦，阿哥吃起，哇，那好像那个水蜜桃一样，红嘟嘟的。哦，对嘞，恁这水蜜桃，这拢家己种。这阮这拢家己种的。哦、啊。而且，大家遐看，都拢经过咱的基因谱，安全许可验过。来，这只我爱都鉴定一下吼。这全国2300万人吼，即马拢咧注意看我的表情。哦，袂歹啊！哦，有来了，有钱了，好食。嗯，安尼我有信心。好，我跟你讲，我给你买一盒。好，水呢、啊，有价呢。恁的水蜜桃，恁牛年的水蜜桃有价哦。我跟你讲，安尼，你会使带去恁的迄落果园来去参观一下。会啊，我好意思啊，看一个搁较水的大叶桃啊，生到啥物款？真的好，哎，安尼行，哎，老公借一下哦。哪个啊？我徛伫路边哦，你一定就是讲我是咧只要砸车要搭便车对无？唔是，我伫遮咧等车，啥物车？捷运。吼吼，你定叫是我头壳歹去，无错。在咱内山有一条捷运，你知无？哦，但是咱这捷运甲咱台北市、高雄市的捷运无共款，人个捷运是咧载人，阮这个捷运哦是咧载水果的了。好、哦，来啊，你看，哦，来了，小张，哎、欸，咱这捷运哦，耶耶，一定啊！您这天才呢，哈！您这老设计啊，
咱这不是地府啊，迄个报答。对啊。哦，啊，这恁家己开发的。嘿啊，这咱岛拢家己开发的啊。你是安那？人伊普通是我是看有侪流浪啊。嘿啊。啊，那我加调侪因出来。啊，这是因为吼，流浪是地形相差太悬，嘿，落差太大，落差大会使用流浪。嘿，啊，你带这树，这树啊，这啊，你无落差袂遐悬，你再用流浪无遐大，啊，就开发这落来捷运啊。哦，我感觉。方便啊，搁加加啊，尔。好。五零第一号是哪里？哦，五零一号。坐轨道车的时候，别只顾着看水蜜桃树，两只手要紧紧的抓好，因为上山的这条路可是一直抖抖抖抖上去的，不小心可是会受伤的哦。我不禁佩服起台湾农民的聪明才智，发明这么可爱的车，实在是有影趣味哦。让起啊，你要试看卖啊无？要等下，再交代我多人去，我先叫去。哦，小张，正经嘞，我无骗你。你哦，你的水果园后摆你已经哦，爱用这个车，后摆人若咧要佚佗吼，就会使坐你这个捷运哦。对啊。哦，来采果。这里头，好不好？走，哎，到站吗？你的捷运到站吗？到站吗？哦，意思是讲你的水果有到啊？到啊，到啊，到啊！安尼会使来甲你参观一下无？会啊，会啊。这样拍摄，一大冒险家之命，应该上山下海出水入水，冲锋陷阵。但是看到这红弟弟的水蜜桃，实在是挡不掉呢。陈哥，你看啦，这丛你有用心、用感情在甲照顾，你看呢，结实累累。对啊。啊，我甲足青的呢。哎，你这一丛差不多数量维持在偌济？安尼吼，一般船那个土拢差不多四百几咯。四百几粒，四百几粒，这个算在我们这个五林地区的话，以这三两排第几名？安尼哦，不是一颗这个水蜜桃树来说，爱歹讲啦，因为吼，你看个樟头愈大个吼，这个樟安尼吼，愈大，伊就会使愈高生，啊，但是变讲你愈高生个话吼，变讲安那，伊可能会大细重，坐镜五四杯，对，就是啊，袂大粒啊，哦。啊，到尾安尼的时阵，咱就来世界说了，就无竞争力啊，无计较啊，无计较啊，无啊。啊，我是予伊讲，起来了，四百几啊，起，大家拢安尼，中中安尼，人人啊，水水安尼较有效，你知？大哥，我出来看长好个啦。哦，会使食个就对。会啦，会使食个啦。食一下在场的滋味，看啥款？搁是食的迄落料，无简单啊，食会到呢。安尼哦，用中心白桃这粒呢。哦。中心白桃，你们三宝之一，三宝之一同名呢，就是这粒啊。你先甲把那个拍开。哎呀，来呀！哎呀，晶莹剔透，透明的啦，那伊。对啊。这太阳光这样照射下来，真的是透明的。你看这，你看这，哦，真的，哦，好耀眼，好闪亮。哎，真正无同啊！哎呦，人客啊，你讲参观看卖这小樟景啊！哎呀。这蒙又免钱，无要紧啦。Oh my god！ 唔是传咱台北迄蒙爱钱哩呾。哎，哎呦，弟弟个，哎，这个一直做八嘴耶。对啊。这是我们这个武林农场吼，这个排榜冠军的叫中心白桃。上台了吼。哎，小张。有。我听讲恁武林唔是讲为长辈红包吃的。唔
是包饲啦，你听唔到迄款啦，人养啦，啊讲包饲才歹听，啊人养啦，哎呀，这阿气着啊，你爱讲啊咧呾，哎，我会使无？哎喏，欢迎你喏，哦好，那待会我挑一颗你们这边最红的，好啊，好不好？好啊，没问题。我也要包一颗，那颗是百颗的，囡仔人你是真。好啦，四百张的给你啦。哦，好啊。满意无？好，满意。好，行。位在台中县和平乡七交湾西畔山的武林农场，有世外桃源之称，海拔高度在1700公尺以上，年温度平均20度左右，是极佳的避暑胜地，生产苹果、梨、水蜜桃、高山茶以及夏季蔬菜等蔬果。上课了，来，你看，这个就是档案了，好不？你讲这档，你讲我看有介意无？你看嘛，你看嘛，我干干练的，你干练看嘛呀，看会使无？哦，这卡床倒大哦，啊，表示讲高生，我看嘛，佮有力，有啦，是啊，树枝那么硬，当青春，当少年，你知道？安尼哦，哎呀，青春哦，少年，这不是骂啦咯？不是，哎呦，这多伊咯，啊，这新婚的对不对？哎，要个什么旺盛，要个才强调，你无看的，拢安尼发家呢？当，就是合理的，你当，安尼好，哎呀，这张我来包，哎，宝贝，看你的啦。安尼完成认养手续，对，无唔对，安这张算名花有主，系啊，算你个啊，你看，哦，绝对会记啊，哈，卖阁介绍别人哦，放心啦，他会使做安尼就生理咧，哦，好不，先困到阵，先困到阵咯，好，咱过来看别张，着急，好，客卿任和平，顶管写啥物字，爱我。这若头班我一掌哦，会收报应哦！大家不是讲包了就无你的代志咯，还要好好给他关心一下哦，关心头家有没有给他好好照顾，爱会记的啊，要常常回来看他哦。啊！垂涎欲滴。三哥，啊，马盖，马盖，都马盖，哦，你也去管啥？啊，我知。那讲到酒，我较外行。我叫那个我们大茂全家嘉南第一勇士，伊哦酒国英雄，来，可以可以参考一下，就讲这喝的什么所在，来，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大哥一个心意啦，这个而且像他们自己酿的那个水果酒，嗯。哦，你们好爱讲，尝一下，哎，来，你们，啊，有这么烈吗？酸啊！啊，好酸哦！酸，你的酒是酸的。我无跟你讲这酒啊，那我你上头伊搞讲酒，我来讲的，我送你听看卖啊，你当。我就是讲，恁家这贵咯，看无敢我有咧做呢，你当。水蜜桃健康醋。水蜜桃醋，健康醋，健康醋，真的吗？真的，不你喝看卖啊，哎、我试看看，大喝看卖啊嘞。哎呦，酸啊，几个都袂。对啊，你的这酸不是迄个化学酸，是天然的果酸。今天家要跟你交代啊，我们到武林游玩，如果要过夜的话，可得事先订房哦。品尝过美味的水蜜桃醋后，准备好一颗学习的心，咱们要进入花花草草的世界，来去看蝴蝶喽！蝴蝶，蝴蝶长得真美丽，嘿！到目前为止，这个武林农场发现到哪些种蝴蝶？目前七月份哦，是大红纹凤蝶最多。然后我们在八月中的话，大概是红纹鼠凤蝶，鼠凤蝶会最多。它是最大众的就，对，现在这两种数量最多的，数量最多的。啊！就是红纹，它有一个。哇，够水啊！你看，哦，你看伊的身体哇，伊的巴肚呢？哎，红色的，很漂亮。红点啊呢？哦，够水的啦。那是它的腹部了。真正水，你看，要是慢一个月来那个。
雌凤蝶也更漂亮。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都是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黑，什么凤蝶？大红纹凤蝶。大红纹凤蝶。啊，难怪我跟你讲，细汉哦，我的零用钱哦，拢是对伊的身上得来的。小时候有没有？一只多少钱？五毛钱。五毛？是不是？你看在，你在那个价格，个价格一只个价格。哦，哎，足珍贵呢，算高档货了。啊，那一挂迄个什么黄蝶啊，迄个较俗，迄算分呢。无怪较早人讲咱台湾是蝴蝶王国。是啊，咱专门咧做外销。对啊，蝴蝶是满坑满谷，哦，数量多到。啊、哦，数不清。对对。咱即摆比赛，咱即摆拢爱一定爱甲保育啊，数量愈来愈少啊。花草也提供了自然的营养来成就蝴蝶，生物以原始的本能成就了彼此，这值得我们学习。告别了武林农场，回头往四季村前进，因为我们即将前往有神鹿的雅之称的嘉罗湖，而四季村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回程的路上会经过南湖大山的登山口、石原崖口以及南山村，这一带最著名的农作物就是高冷蔬菜，记得啊，别咻一下就过去了，放慢脚步，欣赏这美丽的好山好水。很出息，我告四季村就是要来寻找您的川定飞力。飞力，哎，干嘛？你在这做什么？我喷农药吗？我在喷微生物肥料。啊，微生物？对。我头一摆听嘞，我们是喷农药、喷水，哪有什么微生物？什么是微生物？现在是因为现在土壤哈、哦，越来越老化了，所以哈、哦、现在会研究一种生物科技的，就是微生物肥料。它是用什么做的？它是一种菌，生物菌，对，就像细菌一样，可是它是好的细菌。四季村原本叫做四季社，是太阳族西头群部落之一，中横公路宜兰支线的必经之处。四季村民利用山坡种植高冷蔬菜等经济作物，富裕了民生，也使四季的景观风貌更多样化。当你经过四季村的时候，可别忽略就在路旁的菜田哦，真正是实力。那晚上我们怎么办？晚上在这边睡，光睡觉？还要去看，要看那个萤火虫。你们这边有萤火虫？有、哦，在哪里？晚上就知道了。确定？确定。那个萤火虫很大只的。大哥，今嘛讲那个四季萤火虫开启的出现了。这个菜园怎么会有萤火虫？而且还很大。对。然后第二天那个菜就不见了，这么凶啊！哎，你要拜到，真的吗？看看，哎呦，哟，真的有呢，那么大，哎呦，该不会是那个吃了你那个微生物，然后突变？就是他吃微生物哈，那个菜吃微生物，后来就吸引那些萤火虫。啊，他吃菜。哎。哦。四季萤火虫。哎。人家你要相信我，世间敢有这歹萤火虫？敢会搞我骗？好，今天晚上就让我会会这些萤火虫，会偌厉害。别讲话。哎，村长讲吼。四季萤火虫吼，都差不多这个时阵出现，就恐怖。你有听讲？你讲迄个蝗，迄个萤火虫来的时阵，敢那蝗虫过境，迄个果菜园哦，随时拢无去。第一次听到那个
萤火虫吃高丽菜，带你裂开设计，防蚊液喷一下，看看有没有效，不然它飞起来，刚才你看了你就怕死，想到我就毛骨悚然，差不多了，那个头灯带着，我们去跟村长会合，走。秀太，你说那个萤火虫在哪边？哎，三哥，你往你的前面看一看，那个有没有看到？哪里？前面呢？你说那个？对呀、啊，一点一点那个灯光、啊，有没有那么大的萤火虫？在那边摇摇晃晃那个。对呀、啊。你敢真笑？那明明就是手电筒嘛，一群人在那边照来照去的。对呀、啊。你就叫那个萤火虫？对呀、啊。很多外面的人哦，经过这里，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的人以为是鬼火呢，那后来近看之后才知道说，哎，原来是有人在那边砍菜。哦，你是说你们四季的村民在那边砍高丽菜，晚上的时候就点头灯或者拿手电筒在那边割？对对对。啊，远远看就乌黑黑的，就看到很多灯光在那边动来动去。对。对，原来你们就把它叫做萤火虫、哦。对。四季萤火虫就是这样来的。对。我被你骗了呢！我真的是你们的萤火虫是特有种，很大，然后是因为吃了你们那个肥料啊，那个微生物啊，就突变。他们在吃啊。哦，那个，我砍完以后，他们经过以后，高丽菜就不见了。对 对。他们就割走了嘛。村长，哎，我看到我们那个冬包，我手脚很利落呢，锻炼呢。赶时间呢。哦。那我现在考考你了，看你有没有荒废。来，好，我跟你计时好不好？好。哎，你是村长哦。哎呀。你是票选的。还是这个指派的？哎，票选的。这个已经过去了。指派的时间。好嘞，好嘞，我跟你计时。5、4、3、2，开始。1秒钟，2秒钟，3秒钟，4秒钟。5秒钟，6秒钟，7秒钟，8秒钟，9秒钟，10秒钟，11秒，11秒，耶！哎，这个是最慢的，啊？哎，十一秒还是最慢的？对对对，我已经荒废了，我荒废了。哎，哦，你把它拆下来，换我。一秒钟，2秒钟，现在换你考我了。哎，20秒。我可能没有办法，没一定要照你的方法嘛。对啊，这不然的话哈，那个绑不漂亮啊，会松动。哦，是啊、哦。哎，到巷口就里里拉拉吧。哎，心好不好？这样子，为什么看起来？哎不够长呢？因为你绑错了。啊，等一下，我看看。怎么办？这个大行口就不能卖了，哇！哎，就会整个都散出去，没办法。啊，闹鬼，各行如隔山。咱们的原住民朋友们商量下时间，就把所有的菜篮绑得扎扎实实的，也送上卡车，毫不马虎。那我也来帮忙一下喽。张哥啊，这一边50几公斤，50几斤的。你这样就不行了，你后面有担子。100多斤呢，真的很辛苦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个沈哥，明天要去山上哦。我来看看啊、哦，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哦，你1秒钟，2秒钟，这个。看哈，过来。叫我费力哈，费力牛排，村长。是啊，哎呦，可以啊，那就不会招鬼哈。哦，偶像，这个交给你。我已经不行了啦。可以啦。我跟你讲，我派一位我们这个云嘉南第一勇士，嘉南平原第一勇士，哦，来跟你单挑。好，来，朝阳。来，你先到鬼，我你。哎，好好表现啊。好。你看这个汉照，给不给？来，8块鸡，来。我呢？没有当兵啊。好嘞，还没有当兵啊。嗯。好来，保护好，别摔到鬼哦。哦。哎，大冒险家呢？哎，要用肩膀嘛。哎，对，来。哎，在不？哎。
可不可以？你看，小大人，那你看，你谁干的？哎，可以吗？不行，不行，活该！我现在开始计时，看他几秒。哦，没有办法、啊。哎，你这样怎么样扛机器啊？啊，这一件哦，哎，因为你动过了，动过了，所以一定要抬上去了。哎，怎么办？没有人要帮你抬了。哎，不会，我觉得这一楼特，这两楼特别重。曹阳，真的很重。对啊，我连动都动不了。救命啊！哎，抱抱！救命啊！啊！等一下哦。沈志，不要，我明天要爬山。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村长说，扛完四七村附近的菜之后，这群辛苦的朋友们还得再坐着菜车，前往离山附近的菜田继续下一部分的工作。等到工作全部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去吃早餐了。在农忙的时候，甚至远妇女也必须下田帮忙，沉重的扁担一样要扛。乐田的原住民朋友们付出劳力，一点一滴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什么叫做踏实？他们脚踩着泥土，头顶着天，在天地之中活得像个真正的勇士。我感到汗颜，对这群维持我们生命的朋友们致上最高的敬意。就这一个准备前进加罗湖啦。贝利，哎，这个登山口到了吗？登山口到了，就是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有一个地标就是这个大红块，全红块。哇，那人家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进前都知影讲这个嘉罗湖终于到了，你买整啊？哎，这个爬坡大概多久？爬坡的坡度哈、啊，差不多要走个1.5公里。我就知哦，人讲 B B 的迄个背山路可看得到。人家你捌看过四角兽无？来嘉罗湖走一趟，人人都会变成四角兽，真正腰瘦盘行。你也看麦嘞，上山的时候是哆哆哆哆哆，上回家的时候是哆哆哆哆下。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向前走就有不同的风景，向前走就有丰富的生态，向前走就有美丽的新世界。一步一卡印，这个就是代价。哇，你们先走。现在海拔已经变2000了，走到现在还要几个小时啊？要开始大崩了，还一个小时多哈。以他们原住民的角度说，一个小时多。我刚刚啊，接获一个消息，我问那村长贝利公，嘉罗湖捌去过，伊讲连这一次哦，是第三摆。可见迄个所在哦，那足少人去。果然没错，不是恶名昭彰，是声名远播。我够忝的。南哥，主持《大冒险家》这么多年，常常在想，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冒险家？我们真的有资格成为大冒险家吗？因为节目拍摄的需要，认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每个人都应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及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而令我们敬佩。我想，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冒险家吧。大姐，开始就出现那个建筑哦。这是属于中海拔的普通啊，你啊低海拔的差不多有5公尺左右。啊，越高那个建筑越短，变成地皮这样哈。
啊，真的是在石灰岗中高海拔，就是在树荫底下就比较高一点点。嗯、较悬了吼。啊，你来个低海拔，大不可为五公尺左右。起码差不多2000几啊。2000几啊，不够悬，你何阮山的3000多都矮矮啊。啊，现在树荫。2100就有了。这树荫底下哈会比较高，阿丽亚公像河湾山比较冷，它不是这么小而已。哦，啊是哦，就矮矮建筑的对吧？对。看这个，哎呀，这蜘蛛网。蜘蛛哦，这真是真厉害哈。这哈蜘蛛有足侪种，有的是爬网啊爬岸的，啊有的是爬岸的，啊有的是那立体的，嗯，啊有的是完全就是无爬网啊。水呢？这个是属于立体的，你看。对啊。这是公益型的。啊，公益型的，对啊。哦、啊！你啊讲，拍倒就对了。这讲起拢啊，一站楼才坐站着。啊！你啊讲像迄落个白素似的，独门独院的。独门独院的。那人面蜘蛛嘛。对啊。独门独院的。啊！这讲异形的，你看，大家拢大做伙，厝边头尾才留一个。哦。对。水呢，袂歹吼。这一层又一层的蜘蛛网，交叠出漂亮的图案。生物们的巧思，可是大自然的艺术品。兰克啊，你可曾静下心来，好好看看，看看他们创造的世界是不是也很有趣呢？森林火灾后之生态演替观察与试验，这个以前是这边有发生森林大火，88年4月，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在这边，我在村部落里面。那时候你是村长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还我是参加义消了，哦，大同义消。哇，那时候火灾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形？那时候也那四月刚好也是像现在一样，就是久旱不雨。久旱不雨，对，然后天干物燥，天干物燥，然后因为有一些登山客来这边没有按照游戏规则，嗯，哦，就把那些他们烤过的东西、烤火的地方哦，没有把它确实处理好，对，没有确实处理，嗯哼哼，啊，所以第二天、隔天他们下去了，下去以后隔天就这边就有一个森林火灾。人类真是糟糕啊！一个不小心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我想避免森林火灾最好的方法还是小心两个字。兰克啊，爱注意啊！我能看到，很惨，满目苍夷，烧成这个样子。哎，你看吧，真遗憾。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火烧的时间多长？那个早上他们报上来给我们义消的时候，我们就跑上来了。四月几号？8月、4月、4月中旬。4月中旬。对对，那是4月中旬。一直烧到什么时候？隔天。火灾熄灭。隔天。有的没有办法了。不是烧好几天的吗？好几天，我们是来的时候，他隔了3天才那个，因为那时候刚好又下雨，第三天才下雨。有下雨。对。那没有下雨就更惨了。对，更惨。哦。你看他这个地方都被烧的整个。林业试验所的朋友告诉我，这片森林被烧掉之后，他们决定特地种植人造林，以自由生长的方式让植物随意成长。而人们唯一做的事情呢，就是观察植物的生长状况。也许这个工作需要好几十年后才能看见成效，但是当资料慢慢累积起来以后，就能够成就更宝贵的结果。这火烧过以后都是长芒草哦，是不是？那个树木都还没有长。哎，老爷，这边有那个哈，那个避孕药。避孕药。避孕的。不是避孕的，是晕车的晕的。避孕哦。这个是那个白珠树。白珠树。白珠树，啊，是那提炼三年 pass 的药。你要不？真的，你闻闻看，揉揉看。看看吗？真的。闻几下听。揉一揉。要揉一揉，对，揉一揉，你看味道有没有提炼那个三？哎，有香啊！我早起都在喷的，暗时要困觉嘛有喷的。啊，这个是提炼，那以前是提炼三年 pass 的原料。对，原住民，你看，喂，你看，闻闻看，你看八几号的瓶啊？哎，有沙龙 pass 的味道哦。哎，真的，这是提炼三年 pass 的。嗯，今天才知道。我们去爬山不是光是爬，周遭有很多哈，很重要的物材，你们要多多珍惜。杨大姐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哈。那真是。哎，生态专家。没有，专家是专人骗人家。哈哈哈。人家说生态浩劫之后呢，大地还是会有自己的力量哦，慢慢恢复。啊，我们只要就是不要去管它。不要再去做二度伤害。对对对。慢慢给他一句话。嘿，咱够卡麦来的。
啊，才有过较原始的办法，家己鸟啊，家己伫遮安尼排泄粪便以后，它带一些种子过来，或者是风吹啊，慢慢这边又合回来。菲力，我看那个网路上那个资料哈，听说你们这边这个加罗湖这边这个地区啊，它是一个加，那是一个湖群呢。对，听说意思说有很多湖。对，这是看到的第一个湖。其实因为现在是将近八月嘛，哈、也差不多将近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其实如果雨季的话，这个湖不只是这边，应该前面那边就有可以看到小湖泊啊。难怪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很多水草，然后那个地在踩的还会震动。对对，还是湿的，对不对？我大大小小多少个？大大小小比较明显的，差不多十五六个小湖泊。十五六个。对对对。这几年来，全球温度不停的升高，气候反常的现象也在世界各地发生。宜兰这个多雨的地区竟然也打破了纪录，一个多月未曾下雨。村长说，我们刚刚经过的湖附近其实就有一个湖，也是因为干旱的关系而干枯，现在都看不到了，甚至连我们脚下踩的草呢，原本应该也是湖里的水草。赶快来去拜拜，祈求老天赶快下雨吧。阿娘喂，那是什么情形？我是拄到什么火感动咯？喂喂，那什么蛇啊？高山的蛇哦，有毒的。这里这里哦。班姐，帮我了。很漂亮。这边还有那个，有没有？别动，它这边还有扩张呢。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蛇这边，蛇这边。我们来看这个。这里。蹲下来看，蹲下来看。哎呦，哎、欸，真正崩，那崩死青呢。本溪啊，吼，冰冰啊，对，叫做，都要看冰冰。那个杨大姐，这个是什么蛇？蛇类它比较，比较没有研究了，比较不专门，它是专门攻植物的。哦。而我们那个有一个顾问蛇家官吼，啊，他就很内行，要看我们的影片吼，他就知道。啊！喂喂喂！哦吼！你莫惊死！看看啊，又是蛇，怎么咱们大冒险家就跟蛇那么有缘分，到哪儿都可以遇得到。看来再过个几年，就可以出个台湾蛇类大全，出塞了。哦，所以哦，咱阿伯吼，那里个山顶的高山湖泊啊，这活动是要该注意。因为这个侪迄落水蛤啊、青蛙，所以都会吸引那些蛇类过来。我第一次看到的，第一次这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个有没有这边？他刚好还会这样哇，立起来，扩张的。这个好像很生气的长起来。啊，那个只有那个台湾以前见过只有那个嘛，本溪青嘛。对对对，我们叫小贩。栖息在台湾的毒蛇中，以龟壳花、雨伞节、青竹丝、眼镜蛇和百步蛇最有名，合称台湾的五大毒蛇。毒蛇的毒性虽然可怕，但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只要了解毒蛇的习性，你就会很安全。反得面，喂，东方，啊，该回去了。喂，看到你们了，营地到了吗？哇，原住民就是原住民，这样动作又快又有效率。你看，帐篷都搭好了。爬山最爽的一件事就是到达营地以后，在星空下吃个饱饱的晚餐。于是，如何烹调美味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哈，怎么又是泡面？让给啊！即使是泡面，也要煮得很好吃，煮得很特别，不然肚子不饱，心情也会被送哦。我来被送，我的也得出来。嘿嘿嘿。哎，你的刀子很奇怪。为什么给它喷白白的？因为我们去山上的时候，那个去山上有时候太那个晚上看不到刀柄，有时候我们拆下来的时候看不到，就用白色的漆把它漆一漆，比较好方便，比较方便找。啊，是啊。对啊。好，我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好东西。真的吗？对，可以给你用。朝阳，咱不是那个夜光喷漆，
它退了去。外光喷漆，就是晚上可以看得到。哎，就是它是真的吗？荧光的和反光的。哎，那原住民以后要找工作要多喷哦。可以啊，我是介绍你用，不错啊。这个，我看一下。嗯，夜光喷漆。对啊，夜光。第一次听到。看到星星我就想到了。啊。用吗？是看你就知道了。你看，有没有？漂亮哈！漂亮。这就是。时候不早了，伴随着青蛙的叫声，准备进入梦乡。人家其实足差。天亮了，啊！哦，不够睡呀！哦，那个平静的湖面，真是笼罩一个薄纱一样的那个浓雾。哈哈，睡睡睡，啊，进来。清静一下。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在我辽阔的生命中，有些地方是空白的、闲静的，在我忙碌的日子里，便在那儿得到了阳光与空气。你可曾毫无拘束地放下心事，单纯地感受自然的美好？对我而言，山上就是空白闲静的地方，在那儿我得到了一个美好的东西，叫做自在。人家，我看这都是代价，度过了一个又湿又冷的漫漫长夜。一早起来，我又得到了一个这么令我毕生难以忘怀的早晨。那高山湖泊都是一点在未来，虽然无介大，但是哦，它永远就是有那种生命的美，朦胧的美。真的是何等何能，我真的是太有福气。但是我感觉安尼就是人生。兰哥啊，你知道不？其实昨天晚上我们睡的地方原本是加罗湖的湖底呢，因为宜兰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所以现在的湖面只剩下原来面积的一半，所以脚下踩的原本应该都是长满水毛花的地方。我沿着湖边走一圈，想象以前更壮丽的湖光山色。如果不是因为干旱的关系，加罗湖群现在能看到的湖的数量一定会更多，可见这是干旱的严重性，希望能赶快下雨。散步在加罗湖边，可以看到许多的生物。原住民朋友告诉我，如果够幸运的话，还可以在湖边发现动物来喝水呢。哎，要看，啊，要看他们在演化。你看，这次是那个蝌蚪要变成青蛙，那尾巴还没有断掉了。我即马都看出来，叫做什么蛙啦，吼。啊，昆明之蛙，昆明蛙，啊。这蚵仔有的。这什么蛙？这好像富邦蛙，叫富邦蛙。这嘛两只。对，那两只已经是迄个断尾啊，吼。哦，这青蛙的青蛙王子。青蛙王子，青蛙王子，他变成那小帅哥的，还没有长大了。杨大姐，我感觉这水毛花吼，比咱轮阿比的吼，佫较青，有无？嗯。哦，咱轮阿比的吼，伊个芽吼，拢伫个顶端才发出来，啊，遮拢无哦。啊，你看伊这下骹拢发，伊拢发到下骹，有无？啊，那下骹较低啊。这个寒，这像迄条咱这南山的高丽菜，爱寒才会青才会好吃。哦，这，我懂了，这是高冷水毛花。不要叫高冷啦，不要。哎，开幽默一点好不好？
但这位荒野保护协会的书记对于植物可是一等一的专家，而且只要一谈到植物的时候，那认真的态度可是连我都不敢乱开玩笑。人家胸口爱认真哦，啊，那无会打手心。哦，是啊，这个啦，这个无同的吼，啊，这个叫做灯芯草，你看好漂亮，那开花开在这边的。你好，你的花都开在了，在这边的，这样，哦，灯就是，那好像一个那个灯的中间的灯芯草开在中间，那是那个也是水生植物的原种。虽然花很漂亮，你看那个底部有像那个哦漂亮的妹妹穿那个红色的丝袜，也没有漂亮一点。不，啊！多漂亮嘛！啊，今天有水有水。水哈，那红色的丝袜，美腿的长长的。红色的丝袜，漂亮。像那个美女的腿腿的。诶，今天的呢，我感觉哦，咱这灯芯草吼，伊上水的所在就是伊的脚，水伫迄只脚里。今天哦，你啊，你甲讲穿红色的丝袜了，那个脚都不湿啊，有够滴的，敢那落地里的。你变成变成神仙，对啊，哦，你也看，啊，漂亮，人客啊，你也看，哎、欸，真正水啊，你无我无注意，所以讲啦，咱若去外口吼，看水吼，唔单是看大尔，嘛爱看较用心的，对啊，看些小地方，哦，它每一寸，哦，都有它迷人的所在。啊悠悠何日了呀？何日了？朝朝无闲事啊，年年不觉老，终为求一时呀，痴心生烦恼呀，生烦恼。人生如此，夫复何求？高歌一曲，其乐悠悠。写你的镜子，散落的珍珠。这里就是加罗湖。